云总，你想想，如果不是韩云仓的话，还会是谁？有谁会阻止你的电商计划？又有谁有能力阻止你的电商计划？没错，如果真的是韩云仓的话，那我们接下来的路会很难走的。那你想怎么办？在人员把控这一块，我们一定要找一个非常可信的人。荷兰姐，你是我在公司最信任的人，把控好人员技术这一关就交给你了。石腾，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们有什么不能说的？你随便说。我知道你的电商计划前景很可观，但是在具体针对方向，还有面对的受众群体等等大数据分析统计还没有搞定前，就急功近利找工程师投入设计，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科学？我希望你能再慎重地考虑一下。荷兰姐，我每天都陪在石彤身边，我知道她做这样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荷兰，我知道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在为我考虑，谢谢你。但是你说的这些我之前都有考虑过。红鼎的优势在于传统商业，对于电子商务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片空白，而现在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老牌上市企业都面临着传统商业缩水和企业转型的危机，所以我们能想到的别人未必就想不到的。话是这么说，可是你说的我都明白，谁先抢占了先机，谁就能占领这个新的市场。我不但要尽快找到工程师，我还要在一周之内得到一个完整的手机端客户产品。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好，就算我现在把技术人员落实，但是在一周内就完成客户端设计，这是不现实的啊。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可能呢？荷兰姐，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就按照我的想法去做吧。好吧，既然云总已经决定了，那我这就去办了。好。韩总，各个部门都安排好了吗？都已经安排好了。看谁敢跟他们串通一气，我就让他们好看。我倒要看看，没有技术人员给他实施，他能怎么办？没有人执行，云石彤的电商计划就难以实践。到时候看他怎么跟公司的人交代。云总，秦助理啊，我看你们挺忙的，所以我出去给你们买了饭，你们先趁热吃吧。要吃你跟秦助理吃。我看最近公司事儿挺多的，你和云总一定要注意休息，一定要按时吃饭。最近大家为电商计划都很辛苦，觉都没得睡，哪还有时间吃饭啊？那看来我还要回去跟我爸好好谈谈。
来，哥几个，好东西啊！来，进去冷坑回个团队。峰哥。对。不错。你怎么了？除了他老婆，谁能让他这么颓啊？甭理他，峰哥。来，我敬你一个。嗯，我也敬你一个。嗯，老大，一起。段飞，有什么心事说出来，大家听听。李达的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我总觉得志同依然面临着危险。行了，老大，别疑神疑鬼了，还有谁能对嫂子不利啊？李达的事情肯定跟韩元仓那些人有关系，他还是会阻止志同的计划。魏天亮的阴谋也不明晰，红顶的商业方案外泄，泄露者都不知道是谁。我觉得更严重的事情马上要发生了，不如让我去查，把泄密的人找出来，再把阿玛问题先处理掉。嗯，也好。还有一件事，我觉得当年杀我爸的人也在这场阴谋当中。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事情了？还不确定，不过我觉得他就在我身边。看来又有一场好戏了。段飞，我知道你等这一天很久了，但是在解决红顶危机之前，你最好还是忍着，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老大，峰哥说的有道理，不然很可能还有人对你和嫂子不利。放心吧，为了找出那个人，我等了很久了。嗯，老大，我敬你一个。嗯，老大，你这么晚回去，不怕嫂子骂你啊？他要骂就让他骂吧，反正已经习惯了。真男人，敬真男人。来，干杯。哎，不错不错，嗯，这酒喝得很好。大哥，这酒不错啊。必须的，来，接着喝。喝。我真喝不了了。这点酒就喝不了了。我真喝不了了。这三杯酒都喝完了，这小沓钱就是你的了啊！喝！哎，乖乖，不错不错啊！把这一小沓，来，也给喝掉。可我真喝不了了，我要走了。哎，别着急呀，我跟你讲，喝完这一沓，这些钱也是你的。来嘛，来来来来来，喝喝喝，来一起一起啊，来一起一起，喝掉。哟，真乖真乖，来来让哥亲一口，嗯哇，哎，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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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不错，再来一个，快快快，不想吐了吧？别别别，没事，慢慢喝啊。嗯，好喝喝，嗯，哎，漂亮漂亮，来再来一个。来嘛，喝，又喝不了了，喝掉，哎，喝，哎，喝不了就别喝了。你喝，你认识啊？走吧。别喝，干嘛？别喝，喝。老大。
先走了。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董飞，我……你说吧。我只是想多赚点钱，就这样。你非要用这种方式吗？难道你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做？是，我为了钱我什么都可以做。段飞，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救了我吗？你以为我不是走投无路，会被这些无赖蹂躏吗？好了好了，那为什么呢？我妈妈得了重病，她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只能一天一天的看她虚弱下去，我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需要钱，我需要很多钱。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特下贱？有过走投无路的感受吗？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发生了这件事。我不该跟你说这么多，你也不用知道。我给你。什么？你需要多少钱？我给你。30万。这卡里的钱足够治病。段飞，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这个你就不用问了。以后啊，就算再缺钱，也不要做这种事了，知道了吗？你这算是包养我吗？你喝多了吧？段飞，我们签个合约吧。你不签我就走了。签。谢谢，不过这个你得拿着。以后啊，你不要担心钱的事儿，好好工作，这样你妈妈才会觉得欣慰。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对不对？还有什么事儿？没，我就是想谢谢你。没关系。天浪集团已经成功地渗透到红顶的各个机构，红顶的机密消息很快就会在我们的手中。非常好啊，我们离目标又近了一步，相信不久红顶的内部一定是分崩离析，击垮了云家的势力，韩副总你就可以顺利地取而代之了。你们就那么有把握击毁云石瞳吗？事情既然已经这样了，应该是万无一失了吧？你说呢？还是要小心谨慎，一步一步走。现在红顶内部大乱，云石瞳肯定是焦头烂额。在这种难得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折磨一下云大小姐。柳芳，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跟我们合作，什么都不要，为什么要置云师同于死地呢？难道云家人得罪过你？韩副总，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一点。我的事，你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总之，我做这一切，对你们来说，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哎，老何，柳峰既然有难言之隐，那我们就不问那么多了。反正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嘛。来吧，韩副总。为了共同的目标，啊，好。哥哥，你怎么来了？我在上班，别闹。我给你买了棒棒糖，还有零食，放心吧，绝对会被你领导发现的。别闹。你吃个糖吧。不吃，我在上班。吃。不吃。我给你吧。不吃，别闹。扒开，我亲自给你扒开。段飞，我找你有点事，闲杂人等，请先回避一下。怎么了？工作已经开展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我放心得了吗？我只是随便来你这儿看一看，就看见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我怎么放心啊？你好意思说我？你，段飞，我警告你，这里是办公室，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少给我乱来。还有，你现在已经不是小保安了，你不要仗着我爸给你撑腰，你就在这为所欲为。我告诉你啊，在我这儿，什么都不是。你说完了吗？这部长的位置，我也不稀罕。我现在马上去找爸，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谁想当谁当。那你倒是去呀。好。还去不去？真没时间跟你斗。
已经明确的说过了，我不会再。你是红鼎集团的员工，我是副总，有权见一个我认为应该聊一聊的员工。那什么事儿？哼，这上面呢，是云师彤联系的几家技术公司，我让你想办法阻止红鼎和这几家公司的合作，不许有任何的往来。我不会去。哼，你觉得你还有资格提要求吗？有些事情啊，迈出了第一步就回不了头了。你是云师彤最信任的人，说话有足够的分量，这件事情你办最合适。哦，对了，云师彤推行的电商计划到什么程度了？账目技术团队今晚也会有个宴会，云师彤会从里面招募一些技术人员。很好，荷兰呐，这就对了。嗯，你来了，来看看你。爸，我想跟你说个事儿。这个部长的位置我真的是不想。哎，来来来，你还坐坐坐。段飞啊，你是不是今天和彤彤吵架了？没有啊。别骗我了，我虽然老了，但是我的眼睛和耳朵灵着呢。只是意见不合。哎，你们呢，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点心？记得你的任务吗？无论是红鼎还是彤彤，绝对不能再出任何差错。那您放心吧，有我在，他不会有事的。对了，我们团队里有一个信息技术高手叫马杰，我想把他安排到公司，一来帮彤彤做事分担一些压力，二来分到公司内部看看红鼎内部的蛀虫到底有多少，你觉得可以吗？我信得过你，你看着办吧。哎，彤彤今天是不是有个应酬啊？嗯，今天晚上有一个商业宴会。那你还在我这干什么？快去呀！好吧。杨总你好，这是我们红鼎集团的总裁云总，希望能够占用您一点时间跟您好好聊聊。啊，原来是云总，久仰久仰。杨总，对您我才是仰慕已久。云总年纪轻轻就贵为红鼎的掌门人，让我们这些人感觉到汗颜呐。杨总您过奖了，我们才应该多多向您学习才是。不好意思，失陪一下。嗯，好。你怎么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云总，你们先聊，那边有几个客户，我先过去了。你在这做什么？我现在是巨轮集团的副总，相信以后一定可以合作的。恭喜你啊，看来你当年不辞而别出国留学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石头，你一直误会我，我对你从来没有变过。
当初离开你，我想最了解情况的应该是你父亲吧。我父亲？怎么，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什么？我只知道当初我满心欢喜等着毕业以后嫁给你，可是我等来的却是你的不辞而别。石头，一切还来得及，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一切都晚了。不晚，石头。我林总，那边的客户执意让你过去，看。现在是这样，之前的系统漏洞已经做出排查，确定是内部人员干扰系统运行，但是具体操作终究没有查出来，这个必须得到公司内部进一步调查。老大，这是马蒂整理的技术报表。邓飞，如果要彻底查清楚的话，我建议你安排马蒂进入红顶。我也这么想，这倒不难。不过，我们先把今天的安保工作做好再说。这里人多手杂，我担心石桐有危险。危险，老大，危险大嫂没有，他只有很多烂桃花。行了行了，你们先撤吧。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吧。真的？嗯。我的妈呀，这都穿的什么呀？不合适吧。醉了。先生，先生，你们的包。哦，谢谢啊。你谁啊？我好像见过你。嗯。你是谁？他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送你回家。不用了，还是我送云总回家吧。你哪位啊？我是红顶安保部部长。这是我的职责。哎呀，不用了，我没事，没喝多。志同，志同，没事吧？你和我继续回去喝酒。没事吧？我跟你说啊，我需要技术上的。哎，能不能行了，回家吧。你别闹。
话了吧？看来还是要我送云总回去。走了，石头。好，走，喝酒去。慢点。喝酒去。